个画上你脸的人出现了，你会原谅他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恨他。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，我们大家都忘了吧。可是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他，因为当年那件事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轨迹，我过得太累了。那他要是给你道歉呢？不需要，因为我已经有你了。给两个孩子送把伞。沈总，您有些事情既然拦不住了，那就认了。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，就是替他们挡挡你。